我讨厌小叮当。小叮当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我讨厌小叮当。换他了。怎么？好，自我介绍一下好了。我是廷伟的前同事，会计部的。我是他的朋友。你要讲快一点啊，连摄影师都紧张了一下。今天是来参加廷伟的订婚之宴。虽然我们是百忙之中抽空而来，但我还是一定要义不容辞的过了，一定要来参加。对，虽然幸福，对，还是一定要，虽然还是有可能没办法来，可是我们还是要抽空。这台这么重，被这台压过了，换了啊？不能讲什么？好。OK 啦 ，OK。我要乱入进来了，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都丑一，他们都不知道讲什么。耶、yeah ！